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军。我们今天来玩《侏罗纪世界：创世纪营的游戏影片了。我们暂时先不提一下公园的，我们今天呢就来玩 Set B Director Air。好的，我跟他就这个，我先很简单，我就直接说通称他为 Set B。既然是所拿到的，我就不需要他对他进行针对任何的啊，所拿到一些线都解除了，所有恐龙都已经被解锁光了。给各位秀一下哦。好的，我们先找一块平原出来吧，卧槽！我们现在真是鬼角龙。出来吧，下一只树龙，下一只是棘龙，后头龙接连出来，啃龙、棘龙、甲龙、界龙。然后接下来是牛角龙，然后三角龙、灰龙、艾德蒙多龙、富杰龙，然后接下来是豪勇龙。然后接下来是人顶龙，140年生，然后60年生迷惑龙，晚龙250年生，你也可以念作晚，马门西龙，依然是肉食龙的，刚才是草食龙，迅猛龙一，然后迅猛小队 Blue， 迅猛小队 Charlie。迅猛小队 Delta 病毒，下迅猛小队 Echo， 迅猛然后接下来是双棘龙，然后接下来是小鼻龙、中棘龙、鸟龙。然后小小的翼龙，然后接下来大型的肉食龙，31年生翼特龙，35年生高级龙，35年生沙齿龙，30年生霸王龙，25年生重爪龙，50年生四颚龙。60年生棘龙，30年生帝王暴龙，然后接下来是苍龙，60年生水生动物，最后一个无齿翼龙，来吧，所有恐龙大晋级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个此侏罗纪世界唯一的物种，酷吧？我这边也并没有要做任何的放置，只不过是介绍而已。好了，希望你们喜欢此次影片，那么就拜拜啦。当然这个可能一下子就会看到我桌面的画面，那么就各位下集见咯，拜拜咯，再见啦，拜拜。